咁样擦鞋擦到上面，结果首歌被大陆封杀。但其实系咪因为佢唱出咗习大大恨做第二个毛泽东嘅心声啊？习近平抄足文革管治，恨做毛泽东第二，冇咁易。习总上台六年嚟，中共唔少动作都有毛泽东年代影子。毛泽东当年造神称圣，人人手揸毛语录，要对住张相早请示晚汇报，跳中字操当佢神咁拜。习总都整翻套习语录，仲成套习思想列埋入党章宪法，超越前朝三代领导人。毛泽东最中意搞斗争，建党五十几年就搞咗十次党内斗争对付政敌，甚至推动文化大革命，用群众去攞对手命。我服从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不上诉。习总就藉口打贪反腐，将对手一个接一个拉落马。我们要将“一带一路”让“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带一路”。呢套俾钱其他国家建构命运共同体嘅战略，学足毛泽东当年输出革命，自封第三世界领袖，一样系民族自尊爆棚。不过老毛当年扶持北韩、越南等共产国家，揈咗500亿人仔，习总上任以嚟就揈咗5000亿美金出去，仲要起多条长城，就系网络嘅防火长城，阻隔资讯流通，都系沿用毛泽东愚民教育，同样禁止网以中央嗰套，河蟹晒啲唔啱听嘅言论，再用几亿个 CCTV 夹杀全国，加上镇压维权力量，打压少数民族宗教意识。手法是改变了，但同老毛一样控制国民思想，以党代国，严控社会。不过时代不同了，习总冇可能好像老毛咁一手遮天。夫子话，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是靠20几年来11脚打江山建立，不是习总照得几招就可以去到他的境界。他说习近平现在的威望都未及得上搞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巨变的邓小平级数。只但系佢咁爱老毛嗰套，就要小心佢照跟毛式独裁管治，可能好快就喺中国社会出现后遗症啊！